东京奥运会正式开跑第二天，我国羽球队混双组合陈炳顺与吴柳莹继昨天三局不敌香港选手后，今早在第一组第二轮小组赛迎战德国队，再次吞下败仗。这支上届里约奥运银牌组合这次以二连败的记录提前出局，无缘在这届奥运再突破。混双第一组第二场赛事今早在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馆开打，顺盈组合在本地时间今早10:20对战来自德国的马克拉姆斯福斯和伊莎贝尔赫特里希，比赛历时41分钟，两队在第二局就分出胜负。面对德国组合快速猛攻，吴柳莹在过程中多次滑倒，疑似膝盖旧患复发，最后顺盈以12-21、15-21向对手俯首称臣，在冬奥会提前淘汰，这也是两人第一次败给这支德国组合。顺盈昨天下午在小组赛第一仗不敌香港的邓俊文与谢盈雪，双方激战三局才分出高低，香港队最终以21-18、10-21、21-16告捷。陈炳顺赛后在面子书发文向球迷道歉，表示两人辛苦训练都是为了奥运会，想把比赛赢下来，可惜最后无法如愿。他也表明会继续加油，并安慰吴柳莹，赢球时候一起赢，输球时候一起扛。根据赛程，接下来在星期一的最后一场小组赛，顺盈组合将硬碰中国二号种子王懿律与黄东萍。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。